玩 Steam 有上线，没看到哎、欸，因为你都在魔兽，没事。大只大只哦，是斧头啦。啊，他那个完成就是会有额外经验啊，如果你有晋升，有额外的东西的话，就可以领奖励。只是我奖励都领光了。冲！大量燃烧，上面有脚脚，上面有。刚应该来寻个小伙伴。上面脚脚拿了，我、这里还有一只。对，两只拿了，上面丢下两。哟哟哟哟！求他。第三只了，我的。哟哟，枪！枪枪枪！有抓抓有抓抓！啊！谁谁谁？我。这是枪好了，这是枪好了。哎、小可爱。哎、哇，我被打了。哎、在哪里？我在打，我在打，我在打。啊！没事，摔的，没有很高，好险。还想抓人？还想抓？有他死啊死。这里有小团。哦，很臭，很臭，很臭。The mules are heading back. Follow them and let's get that drop pod fixed. 这里上面那里，哪里？小塔吗？对，目标。你看到吗？有。老弟哦，吃我一炮啊！不然没有射出去。有一只老弟哦。哇，这里不是啊，他往下走吗？要去空降舱那里，不过先挖。走开！哦，老弟，都满载了。这里有浅浅，有消团，可以狂挖猛挖。哇，怎么了？现在不能叫那个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哦，没有茉莉了，对不对？要走回去，进去了。哇，这个哎，怎样？有那边可以存，只是就是要那个空降舱一样可以存哦，就是要走到空降舱就是了。右边，哟，它空降舱那个侧边可以存。哪里呀、啊？就这个亮亮的这个，有没有？啊，掉下来了！还有人在存的，有灯灯的，有灯亮亮的，有，我在存了。我们可以先补弹。毛毛虫好可爱，去死吧！啊，毛毛虫很多矿啊！有补给的哦，来了，可以补充一下，然后可以继续 light。那边还有消，这里有消弹，你可以挖那里，我标的那儿。你标的那边哦。还没去，嘿，哟，站上来了。哎，哇，都挖好了。九，你等下可以玩一个很酷的啊。不是要修这个吗？嘿，有些人都会
把这个往下挖。为什么？这样就哦一怪就一个洞，对，怪就直接从上面来啊。那有这种巨爆那种怎么办？如果有工程师的话，甚至可以把上面堵住啊。啊，如果我们像这个没有工程师，有巨爆就认了吧。没事，按下来哦。不是啊，你这样下去，你刚没跟我们讲说站着，你这样我们摔死了。踩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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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踩你没事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有没有？耶！快砍一下！我接住了你。那这样等一下，我跟繁星看着上面，火力全开，没事了。啊，真有问题也是可以挖走啊。只是这里的洞如果挖太大的话，它也会有蜘蛛。看到有小可爱在那里。哎呦，是你的还是？没有，敌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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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都打。他走了，还可以再一只。等一下你也招一个，我们就超强，下一场。嗯。两只在上面打。钻洞。洞洞玩法。哇，好强哦，这样玩。然后我之前玩野团那种白痴，就。工程师会通常会把那上面堵住，这样子连打都不用打。之后就是挖别条路，然后就有一个人不懂，他就是在这里等很无聊，他就招了那个补给舱，挖个洞下来，然后把上面全部挖掉，对，然后全部的蜘蛛一坨拉古进来，然后整个直接灭团，笑死，傻眼，逃都来不及，因为太快了，超白痴。没有完成了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然后再挖回去就可以了。哦，老弟老弟，哦，所以啊，这我们直接在上面打应该还好。三星 ，OK 的。再找一个。燃烧猪猪。点亮一下。不知道。C 吧。再一颗。那虫虫滚滚虫，我是。哦，繁星是用那个砰砰砰，对啊，我感觉很强。这很神子弹哎、欸，痛又神子弹。哪有？对啊。欸、那声音很舒压。你刚刚看到一个老弟、哦、老弟在对面，太远了，斧头丢不到，打了打了打了，右边，超大坑，来喽！是斧头啦，闭上嘴。呜
上面要再，哎，所以有量，去去。哦，就滚滚了。我等下烧爆他。滚滚就怕火。补给一下。没有石头玩，哇，好多滚哦，两滚。滚过来啊！叫他滚过来啊！让他滚过来。老迪，老迪有繁星在，蹦蹦蹦！小心！超大坑！滚滚！哦，他顶我，他顶我！还有一颗，这个好多滚哦！老迪，老迪，老迪也太多了吧！我烧到我的小伙伴！烧什么？时间到啦！我知道，我都直接溜进去。送你斧头，外带斧头回家。好，八个斧头。哎，斧头跟着上去，我笑。来哦，来哦，一人拿一把。大斧头。你们这每周是三关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嘿，速度解锁。哦，8500。三星经验再加一点。繁星的手枪是拿那个吗？左轮？不是，点棒的。嗯，你觉得哪一个好用啊？我之前玩感觉左轮还不错，另一个我没试过。左轮就单发痛啊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比较好。哦，下次会试看。嗯，另外一个你比较，另外一个算是有点像冲锋枪，一次射三发。哦，对，那打小蜘蛛好用啊，想说大枪就是打那种大的啊，小枪打小蜘蛛。下次。来玩个点放式手枪，冰吗？对啊，我来用冰，提伤害提升。莫林斯爆哦，帅！沙暴回廊哦，没错，好。哇，莫林斯。哇哇哇！哎，你有换那个吗？嗯，换了。你说虫虫吗？有啊，我懂我懂。这个也要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要换。我有你也有哦。那现在专场真的比较好点，以前要等超久。嗯，等下会有三个小帮手。哦、刀锋刚刚真的很强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们点到那么高的他们之后，还有加伤害，一下一只哎、欸，嗯，
可是有时候就等那个刀锋等很久，喝不出来，对吧、啊？老板就是出来有没有队友就直接干掉他。这怎么办？不然刀锋他去打那个大只，他就会打他屁股，然后那大只又不会理他，就狂打，爽。欸，深度才负197耶，太浅了，-197，我们可以挖出去了、欸，挖上去，挖死。没有，请签，还没有那个小船，一看就是你的小船啊。有，如果你站在那个小团的上面，有时候可以停住。有时候啦，有时候啦。你失败，哈哈，有时候啦。可以踩我们，有时候啊，哎，你没有踩到，哎，是呀，是呀，那颗石头，竹头。对，你要想，反正都死过一次了，你再上去吧。获得了无所畏惧了，对你无所畏惧了。很难欸，不行不行，那应该是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哈哈哈哈，哦好黑，哇还好，哇我没带、欸，我才说哈沙漠、喔，忘了带啊，没事啊没事啊，我现在找不到那个坑在哪，我刚刚是有看到，哦这里吗？后面后面啊，这边吧。啊，咚咚咚咚咚。对，那里哦。挖上去。哎，这地上很多钱钱哦。哇，捡捡捡！刚刚毛毛虫的。有，来哩。有，这里有那个糖果啊、哦，所以才让你不畏惧死亡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毛毛虫，怎么瘦啊？你为什么挡住毛毛虫啊？哎、欸啊啊，因为我想要独占它，独占那个小胖子。叮。没有灯呢。Mori， 钱钱，莫莉去哪里啦？他被洞孔卡住了，你要看一下，有时候会不会洞孔卡住？你们叫走了、啊，我刚刚先叫他了。想让他往前冲，冲冲冲！我想等你啊，这都是单一隧道。没事。哦，听到的是那个电池声。对，我叫啾啾啾哎。有拿到那个电池了，那是货箱。有看到，看到了。哇，还需要一个。太远了吧。哦，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、啊。哎、欸，底下两只那个、哦，下面还有一只。冻住！不洗澡。没问题。底下还有哦，底下是两。哦，他们在干嘛？两只重叠在一起。交配吗？是这样。哇、哦，你就直接解决。哦，怎么在打我？斧头啊！我忘了，我换另一个了。神经毒，这个消团总可以占了吧？这么大一坨，你可以，这绝对可以，这绝对可以，这真可以。我觉得这不行，可以啦，这真可以啊。可他就看杰瑞的技术咯。好不，等一下一个塔上面一定可以占了。先到下面等我哎、欸。不用啦，你真的啦，你谁？我谁？我会摔下去。你谁？我的天！你可以放开，你可以放开，你放开，你放开，放开。
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一直跳，这是你自己跳下去的，这是你跳下去的，这是我的锅，我的锅。不用这么开心，雀跃。看他那么胖，是不是？我操！是，哎、欸，你们还有看到另一个电池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它会滑下来、欸。你说听到丢丢丢的声音吗？这边没有啦、嗯。我不知道它电池会不会丢哎、欸。我刚刚下通道的时候有听到声音啦。有啊，刚刚在你后面都有听到声音。还要亮。还要点亮啊，要点亮。那个莫林迪在这边。耶、yeah. 哦！这啥？会抓人的，会抓人的。不是，地上有会抓人的，地上有会抓人的。好好，小心小心。哎、欸，有那只强。再打。有钻地的、哦。啊！我打正确。有点多。用冰冻配吸血，把他们冰起来。吸吸。那边后面两只。不是。哦，我摸到了，摸到了，刀锋。哈哈哈哈！我这么好。都没看到刀锋，我才把他射死，赶快摸他。那是只会毒蜘蛛的。上不再去，挖一个。冻住，我摸。哎、欸，这不是刀锋哎、欸，北七哦。嗯，不是吗？哦，它叫做近卫搏击蜘蛛。对、哦、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是坦克蜘蛛。哦，你好猛哦，你好可爱。长那么像刀锋干嘛？至少他都比那个最一般的还要好啦。长那么像刀锋干嘛？这也可以啦，这也行啦，就滑哦。他在木林不知道什么这个地形很滑，滑下来。那挖挖。Mori， 我满了，加上去，挖下去哦。我吃，你吃。嘴边肉，莫里上来，莫里上来了。哇，全超多。Gold， 那吃完了，所以没看到电池。还没看到，应该在再深一点的地方。嗯，所以没吃干净。路是在这里啊。迷宫。臭水母。所以我们记住这里，等一下还可以再回来。哇哇！奇怪，你吃美食都不会吃的那么难看，怎么吃莫林石就吃的那么难看？哎、欸，这个是谁？这么热？这是什么？这么热啊？这不能抓哦，酸性的。那远距离的，
我懒啊，挖中间就好啦，奢侈有沒有。你是猫哦，只吃中间不吃外面的。对啊，吃完中间觉得没了，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没了。抓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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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你。哦哦，很多知道，很多知道什么？超多。有一个母巢在外面。我、哦、抓了，抓了，抓了，真的抓了。你抓呀、啊，抓呀、啊。后面有那个、啊，他那只滚地的。滚地的，滚地的。水母在上面啊！我代理玉母。木卵啊！我被抓走了、啊。等下打水母在哪里？哦，好。在洞里面，洞里面。那边太多了。躲到独立，躲到独立，他受不了，他受不了了。是是是是，快点！黄金毛毛虫，哇、哦，打死他会有很多钱。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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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大爆天，哇！哇！大爆水母！哎、欸，三秒哨打，三秒哨打，小心！哪里？我看到了。哦，毛毛虫咬不，虫虫咬它，给虫虫咬就好了。对啊。交给你的小伙伴。啊、好了，死了。没事。哎、欸，你们看到那边？对对对对对。有、哦。这里很多小团哥那个。小团哥。小团哥。莫名字。所以妈妈有买吗？有啊。妈有啊。哦，他玩的时间都很巴西啊，很都在你睡觉时候玩嘛。那就要么很晚，要么就是吃晚餐。我吃。别笑。蟑螂。花花木林。哎、欸，来喽，杰瑞跑、哦。好。冻、欸、住。舒服。哦，有一只钻地的。大的，得，我看到有一阵血哦，在远方。哦，哦，后面有一蟑螂，有一刀锋，刀锋，刀锋，抓到了吗？抓到，抓到了。躲在这个毒物里，哎呦呦，有远距离的在打，哦，那、啊、是那毒物，头上又下一波，绿色毒物是他们的 ，Yeah， 哇，花都没了，超暗。视线低落，对啊，疯狂推坑。那推坑给哈基，哈基就说：“咦、欸，我怎么已经有了？有还不玩？”看到接下来要走哪吗？我还记得我们从哪来的吗？从这里啊，那个洞啊，从这里啊。好，所以要去别边。
这边很大块莫林石、欸，爬上来。这里吗？反正这里可以爬。好。跳着跳着就跳上来。好。嗯，跳跳另一边。哦。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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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我这我这。嗯？嗯。这里比较没有那么陡。哎、欸，我刚好爬上去了，又、欸、又爬上来了，然后往左走。哎、欸、呦妈的！爬山。哎、欸、呦、哦！他跟你讲用飞的比较快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掉下去，我掉下去，白痴！我走路不看路。屁股好痛。啊，有一个不是。你要挡泥板那个吗？一个柴犬，别看我看路。欸、你脚下哦，蟑螂哦。我的脚。那个交给小。哦，真的好强哦。是吧？接下来要走哪？往下，往下。所以刚刚那个电池真的没看到，还没有看到，所以应该是在那里啦，因为它电池两颗通常不会太远。嘿、hey, ，是跟着小帮手一起来。没有，我在挖莫林石。然后那有人没吃干净，不知道是谁。你谁哦？你看了一下，应该也知道是谁。你刚胡椒加太多。哎、哦啊，你怎么快死了？我刚刚就掉到峡谷里啊！够了耶，那应该不用再走了吧？找电池吗？还是要走完找电池，可啊。刚电池那里也确实没看到，因为刚有另外一条路啊，电池那两条。那糖果，叶子园、黄家城，安心走。我来了。耶！这边有那个糖果。吃糖糖，吃糖糖。Much better。好深哦！那只是什么？哦、啊、哦、啊，那个，打他打他！我看看，等都卡，都到，哎不行，他吓到！我的，他吓到了！对，我好像冰不住他，对，冰不住。不见了，他跑超远，哇，不见了，他会掉钱钱的。对，那就是宝藏哥布林啊，这样讲跟你讲。哦，有懂，这样懂。对，跑掉了，我刚沿路至少多打一下，有正血哦。有点没死，确实。后面有一坨，后面一坨。这么多只是不是？嗨起来！哦，打了！确实。大球球，枪，
哎、欸，刀锋谁啊？哦，不是哎、欸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个坦克坦克，也不错啊。你要他拿他拿他，我有啊我有了。我说杰瑞啦，有有了，哎、欸、后面有一只还有一只坦克，哎、欸、有一只刀锋，这是刀锋。哇傻眼，傻眼，摸了都摸了。你看有时候你就等等那刀锋等一百年，然后现在就来气爆，没有骂你啊，你很棒。乖，气，那没有电池哎、欸。对啊，走满。电池会不会滴滴滴的叫啊？会啊。啊，所以是在我们下来之前我就有听到声音了呢。是同一个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里已经走到底了。那是另外一条路哦，因为刚刚电池那边我们是走这一条到这边来的，那还、旁边隔壁就还有一条。你们要绕上来，这边有捷径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边？就顺着这路，绕圈圈上来。哦，好。走。嗯？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吧、啊？这是黄金吗？绕圈圈上来，到这里黄金这。不是，我觉得这边怪怪的，搞不好有大黄金。果然。哦，所以那你在屋里哦，我刚刚进屋都没看到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就说加怪怪啊。你也把猪。厉害哦。鹰眼呐、啊。溜溜溜。走一走，发现怎么墙壁材质不对。亮亮，它会亮亮的。感谢杰云，今晚要跟他，于是我就来挂台啦。感谢感谢。你那边是哦？你那边你怎么上去的？有挖个洞是不是？有绕圈圈，贴着旁边。我先往，哎、欸，发现那个洞，哪个洞？有吗？有吗？这边有个洞上去吗？哪里啊？比较快。哦，这里啊、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里。贴着墙，直接接回我们刚刚的路。往上，哇，那我们要往回走，走一阵子了。回去找货箱。我们走超远。我不黑啊！这里是要走下面，对，走下面，对面下面那个吗？走下面那个。哦！我靠！吓我！对啊，跟我一起下来吧。这个吗？对，我这边啊。太小。我让繁星受惊吓了。看这糖果不吃干净有没有？回来就可以再吃，多开心！看他们长蚂蚁了。